晚上好，没有，我只是记录一下我美好的样子，所以开一下，反而会流到。我只想记录一下我美好样子，谢谢 Vanco 的缘分享。我只想记录一下我现在的长相，今天好漂亮，谢谢。晚安。为什么要好笑？我开，我只是想记录一下我今天美好的样子，因为我等一下要去洗澡了。终于看到我在直播，哎，好笑！什么叫终于？我上次直播什么时候啊？上礼拜六日，好笑。没有，我一直开一下，记录美好。半夜没有啦，我等你就关了。十分钟后，我想洗澡，然后睡觉。明天我要玩游戏，明天我9点多要去。我明天几点？我明天6点要起床哦。7点起床，6点起床啊。我第一次打开，20分钟前关闭。这么衰吗？分享一下，赞的。明天我要跟哪一起木？不是木头人，是那个啦。谁是卧底？哦，有那游戏好难哦，怎么办？我只想跟我的好朋友比较好。今天对啊，我等一下就关了。我只是随便想记录一下我美好的样子。哦，国宝。好看一些，晚上好，晚安，晚安，你们不睡吗？你们跟我睡啊，你们去睡觉，拼命睡觉。不是，怎么有人跟哎，不是啊，吐司怎么不睡啊？吐司不是要死了吗？你今天很棒，谢谢。我其实，我觉得我有点感觉在拖他们后腿。今天超可爱，谢谢。快12点，你好晚直播。我刚才拍完一个 reels， 真的好可爱，谢谢。天啊，好回忆。现在发烧了，退烧。先总爱播这首，哪首？就是那个阿杰叫我们选，我想说，这一个人3首，选3首，我想说，选什么？好啊，那就选这首好了，《迎向未来的风》。我觉得这首歌很，我加油，可以给我一个鼓励的感觉。我怎么都不知道你会变魔术。谢谢，晚上好，今天生日会好棒，谢谢大家。你看到我拿到你的海报很惊讶，
很少人会拿我海报啊，就很开心。叶菜当然掌声鼓励。夜班中，夜班没事，薪水两倍，开心了。别忘了，还都散落在各处，好笑。不累吗？可以。我睡觉只要睡几小时就好了。我主要就是明天要化妆，然后一样穿，不是穿这套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是阿比上的 Junior。明天穿另外一套，然后你们看过啦。这是，本来我那个是干嘛？我在干嘛？忘记。所以你们粉粉，对啊，你想现在感觉你快断电了。有人不跟我击掌，有人不击掌哎、欸！我就想说，然后那个人就走了，我没关系啊，不喜欢击掌就算了。为什么不跟我击掌？好，我今天去。我买了剑毛气垫。不是你今天不在发烧退烧吗？怎么出去买一件毛衣？这也被略过了，应该吧？我就看，等等，啊，走过去，我看，然后，好，没事。谢杰的千纸鹤，没关系，我赶快几张，有赞，炸生日会，炸，那个炸。一生的生人王子，好，真的是很有趣，好不给我，好好笑，有人还多几掌抓到，也还多跟我几掌，但我说他出去，啊，笑死，谢谢普拉斯的看好你，我想，我想。猛欸，还要再招，好狠，还是你不会累吗？还好欸，我其实蛮开心的。我今天觉得很累，但幸福，非常跟大家分享这份幸福，所以我打算直播分享我的幸福。我现在正在分享。必须紧张，没有啦，整场下来其实还是没有放松的感觉。你之后来舞台会更好，我会越来越好。哎，你好紧张，不要再说了，我受不了了。怎么有这首歌在重播啊？嗯，你没有跳入道理。没有人要跳舞吗？谢谢笑笑红玫瑰，想要偷开，没有偷，我没有偷，在哪叫偷？谢谢一晨送的好多缘分香，你们干嘛一直送？我又没有要怎样，干嘛送？什么状态啊？没有防守，没有进攻，能比赛吗？专心一点。哦，谢谢波宝送的煮饭天条。哎，这个怎么有这个好笑？触犯天条，还有什么东西？我想开就开，没错，我想开就开，笑死，我是真的想开就开。耶，又有触犯，哎，招牌，这边有招牌，
人家可以连成两条线了，难过了。为什么这些会有？好好笑、哦。藤风里一生是在啊，确实，哎、欸，我看过，我偷去看过，那时候他在日本吗？我偷去看过。好好笑，消费，你这半天不会吧？你看动手动脚，笑死！好猛啊！真不愧是。TOYL 偷椅子，偷椅子，这样。我玩，我想玩小巨蛋，好多人。小巨蛋在干嘛？我来骑车，啊，骑车还看。我等一下就关了啦，好好笑。红白啊，红白是这几天啊。我以为再晚一点。哦，谢谢古岛，吃好的金宝，好像有吃饱吗？我没吃哎，因为莫雨在主持的，没有的。空气又到家，不过我今天没想到的是我们三个都是放两两撮，好笑，我没想到，好笑，你煮东西怎么样？对，我打算就明天吃，明天带我午餐，因为我才想为什么。为什么有些人会没发到？我想昨天发应该会有吧，然后我怎么会有事？笑死！要爆炸救命！好，谢谢金用的金元宝，金元宝是什么酷东西？哦。我是金元吧，谢谢。明天有直播，明天没有，不一定。笑的，嗨，棉花糖。谢谢完成的，太好棉花糖，是不是领口有会领口它有点酷，笑死。有没有给阿宝看阿宝册？还没耶，还没耶，可以给阿宝看。还是下一次直播你们就看我在家搓我的羊毛毡，因为我怕很无聊，因为我搓羊毛毡不会讲话。你们直接看我在那里一直搓，有想看这种无聊的东西吗？谢谢他的衣服，好的，谢谢。我就不信看别人，笑死。人意外的多。谢谢王老师，你讲会搓到手。对，我也对，不过我原本来自己搓就会搓到手，好笑，就笨。
最终晚安，谢谢静哥，我就想你。我们可以自己聊。你是赌毒为什么说会出到手啊？全妆的弯弯制服不脱件，衣服可以靠这么近吗？应该可以吧。来一下，其实我们今天有想说要不要粘，你要不要戴眼镜？戴哪一副？那我要脱一面嘞，我一面还戴着，再记录一下我美好的样子。你戴眼吗？我本来就戴着，我还没脱。然后我没镜子，看这里脱可以吗？你们会有人不喜欢看？像好，专心一点。嗯，你的营业没多数吗？有，500跟600。不过我今天带了两，我今天带两个600，去个爱家北站，今天鞋垫尽力了，谢谢鞋垫，谢谢3公分鞋垫。那怎么还要这么靠近看留言？习惯，因为我平常本来就会离那个手机比较近。阿弯，不要哭。对，我有哎、欸，我有哭哎、欸，笑死，好笑。谢谢宽宽的幸运星，谢谢小吉的好多红玫瑰，好多星星，谢谢坤的好多星星。好酷哦！先不浪费下水电吧。哎，滴眼药水让它流下来，我觉得很烦哎。你干嘛哭？我不能哭吗？我是没哭，吃阿平笑死。怎么没哭？吐司怎么哭？干嘛哭？我感动，我很感动。我有立牌哎，我很感动。我有那个哎，我有身册哎。真的、欸、今天没有了，我等一下就关了。要真的别哭，所以真的好像没哭啦，好笑。哎、欸，我想说，好，没有，好，那我就去抢别人的。笑死！他接近哭，但忍住了。然后你今天开到几点？可以准备关了。好好笑。张婉婉，哭一下。
我才刚来，好好笑。嗯，搭捷运回家这么晚，结果没有的话，你根本就不能出来拍照。那我就可以回去休息耶，赞！我还不用出去，才刚开来而已。对呀、啊。班长不好了，嗯，在最后一班上车，然后我从来没有坐过最后一班，我从来没有听过最后一班的那个进站的声音，我也不敢听，好笑。以前那个网络上都会有每一站进站最后一班进站的声音，我都觉得很诡异、很恐怖。笑死！谢谢龙恒祥送的缘分香。我坐过末班车，很怕睡过头。睡过头，我好像我有睡过头过，但我直接我就慢慢走回家。笑死！我走多久啊？然后我就慢慢走回家。我就好觉得好，然后回家我忘记我干嘛，因为我很棒，谢谢。准备熄灯了，等下吧。今天可以看到明天吗？不一定，明天哦，明天应该不会，明天应该不会开。对，我下礼拜什么时候要开？我想想。等我想好再说。你怎么一啜泣？感冒了？明天要玩游戏，对，明天要玩游戏。明天要玩游戏，可能回家不知道会不会开。还明天也来拍贴一下，笑死！我觉得要溜开好了。笑人除了没表现，有没想表现好的地方吗？大睡流鼻水，小冷。早上我有暖暖包，我其实有带暖暖包。今天有拍贴吗？我随便念一下榜好了。第一名阿比，第二名是波宝，第三名笑笑，第四名费伟伟，第五名吐司宝，第六名波晨，第七名金米粥，第八名金佑，第九名古早味，第十名姐，第十一名龙辉香耶。第十二名小吉，第十三名一晨，第十四名坤坤，第十五名弗拉斯，第十六名 Vanco， 第十七名康五五。好，有玩直播辛苦了，真开心，笑死！天哪，啊，耶！还有多喝热水，好多喝热水，酷的。今天有拍，今天有拍，今天会算是不错。玩公主，哈，是公主。
看的。哦，我人家是公主，你们干嘛？我也是公主，我是可爱小公主。没有，我18岁了，我要干嘛？我要统治国家，我要统治大国。很累，是不是？卸妆后睡觉啊，天朝人接着照，哎，我还没看题库。好吧，好，你是公主，哈哈，酷的直播间，会一定会是公主的。哦，确实，然后一睡就起不来了嘛。公主一般都赖床的，赖蛮久的，好好笑哦。你的安全很重要，所以我决定等我姐学开车。我们需要报警吗？上路姐的通知。你怎么这个时间？因为我现在在散播我的幸福，累累但幸福。你要考接下，如果他学会开车，我就不用考了。他载我，考接下只是备用。啊。哎呦，我突然想到一个直线7秒，然后有人认为是7秒内过完那个直线，我真的觉得好笑。然后他花了3秒，笑死。叶寒吉的缘分相遇，超好笑，我不知道该回答什么，反正就很笑。你是？我没有。很多地方骑机车很危险，我不想骑了，我不要买了，我连机车都不买。我搭车，我去搭我的百万豪车、千万豪车，还有破亿啊？它有破亿吗？我要去搭我的，还配司机耶，赞的。我不会骑脚踏车啦，真可爱，在把一捷运、公车、客运、火车、飞机，你急吗？我来了，好笑，我要想要把立牌弄到家。我把立牌带回家，我把我带回家。
应该可以，我觉得我可以。你会脚踏车？你会骑机车？我原本会骑脚踏车，原本会骑机车，但我现在没有碰机车。我有一段时间没有碰机车，因为我那时候有在学，然后我觉得赞，然后就这样。我也可以，好好笑。来开放司机。耶、yeah, ，生日会结束了，我可以放松吗？我可以继续，我可以干嘛？不知道。谢谢你，大家见面都，大家见面说你在。对啊，我要休息。感动的，我才要感动，我感动，我终于今天我还活着回来，我活着回来，我吃了蛋糕，吃了泡面回家，我到家了，我安全到家，我表演完了，我表演完了，我很感动，我表演完当下我好感动。庆祝一下，现在要开什么？叶飞伟送的香槟，这里好多。今天厨房没炸，好笑死！有吃没好？嗯。差不多类型啦，确实劫后余生的感动，确实是，我好像没办法反驳，是的，是，我觉得我侥幸的活了下来。有消防队吗？有小屋消防队，猛的，夜流降谷的讯息。练那么多歌曲真的很辛苦了，我也觉得真正说出去了，好笑。对啊，我开场前就哭。你干嘛哭？我感动，我感动啊，很感动哎、欸。好笑，真真爆料。还有什么啊？我回家，哎、欸，不回家，我回去跟真真那个我们下班路回去的路上，我有偷哭，笑死，不是紧张哭，你今天很多累？没有，今天刚二十三分而已。好笑，我看，咦、欸，我有花花哎、欸，酷的。而且我以为原来是干燥花哎、欸，我可以放一辈子。如果它没有潮湿的话。我今天下班，我忘记我下班路了。我记得我在车上。有时候讲干燥话，有部分要多久才能？其实就可以。
好像随时都可以吗？可以寄，好像公演是不是也可以给？然后送礼有规则，在官网有，在他有给我那一个、欸，对，他有给我那个照顾发发的东西。送礼要寄公司，哇！又是姐姐，对啊，还没好。公园纸，我的爱，好，给我，我想打喷嚏。尖尖刚来，那个礼物刚来，蛮多的，直接要看。小孩子还不尿睡了，我都念完榜了，笑死！尿睡了啦。欸，我不是小孩子，我18岁。我不是小孩子，我只是限动还没发出去。睡了，我想可以睡，应该快要寄了。18是小朋友，我不是小朋友，我是大朋友，在。我不是小孩了，我是成熟的大人。还有点吃宵夜没有？我等等洗澡睡觉这样，然后明天起床化妆，完美，然后玩游戏，回家休息。在，我还没吃，没想好明天要吃什么。那宝饿昏了吗？还没，他碗里面还有饲料。对啊，小朋友才要当兵。笑死！哎，还行，营眼感觉好。我自己戴眼好像是没什么差。我有一次好像睡觉，然后忘记摘，我就突然醒来，然后我就把它摘掉，然后继续睡，然后好像也没什么差。笑。今天有人生日吗？有人28号生日吗？哦，晚安，阿叶晚安。是这样的年轻吗？我确实年轻，应该吧。刚吃饱，笑死！骗？有没有可能空无其声都认识我？我不介意再考虑人生。好，酷的。
因为吹笛子还行，我全醒了。哎，怎样？哎，看到这我就想到那个圣诞车，猛的。今天阿姨怎么也不一样？因为礼物拿回家吗？还没啊，姐姐钥匙。姐姐会省礼物。我不简单。他没有给我那个，我需要那个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。我需要那首歌，可是他没有，好，没关系。你竖个立牌什么感觉？我以为我垫的够哎，不过立牌七好啦。我以为我会，好像跟我想象中的差不多啊，立牌。喝羊奶。那什么快生日礼物？不知道。那个要省的姐姐那个下班，回去的时候已经下班了。好，小现在讲那个歌。歌词。膝盖用可动关节，谢谢。你看，笑死！我想起你去买，还会电话通知。现在像是膝盖旁边就多一个麦克风，这样好笑。没有，然后我知道这有什么。旁边有什么诺贝尔奖得奖证书？笑死！要是有点念的，膝盖，猛的，下次又膝盖，我膝盖还要讲话，不能走路，我膝盖不可以接触到地面的，它已经接触过多，它脚上都。欸，我朋友说我可以得欸，我信他的话，我觉得我可以得，因为他每天都在说我可以得诺贝尔奖。至少我不知道我到底讲了什么话，让他觉得我可以得诺贝尔奖。他想吃土吗？我不确定。有。没有唬烂你吧？欸，我很认真。他一脸认真跟我说：“我真的可以去拿诺贝尔奖。”为什么我还没有诺贝尔奖？我觉得我没有诺贝尔奖的原因，可能是因为如果我得诺贝尔奖，他可能不能叫诺贝尔，他可能要叫许佩玩之类的。我也对我自己十分的有信心，我对我自己非常有自信。你认识你朋友吗？想投资他，好笑，很有要求。取悦你很努力，这也取悦我，我笑死。诺贝尔奶冻卷，你知道诺贝尔哪些奖项吗？不知道。
哎、欸，我怎么会知道那边有什么奖项？我不会知，怎么会知道？我不知道。谢谢阿叶的一封信。好，我要下播，我要去休息了。拿来自信，我以后也会变有钱人。我要发明一个奖项，然后大家先投资我，然后我才去颁奖。你才，你睡觉，你们睡觉，没有数学奖，是，我不会数学，数学烂。谢谢大家，我太棒了，我也觉得我太棒了，我觉得我能活到现在太棒了，谢谢你们。好，该做梦了，哎，好，生活太棒，喜欢就好，耶、yeah ，好，大家拜拜。画的是，哦，孙慧签名画的就是我的，我只是他现在只是被我画的越来越奇怪，他只是被我画的越来越潦草了而已，好不好？他现在只是被我画的越来越潦草了。潦草的，好吧，赞的。现在我们寻求一个快速签名的方式。好，谢谢季风，你们行不行？臭臭你。好，随便了，你们想抓什么随便了。我说几次要睡觉了，我不确定，但我拜拜，爱你。该睡了，确实的该睡了。嗯，这停一秒方便解读。晚安，晚安。晚安，辛苦了，你。